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大家吉祥，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浪法师，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空中结法缘。佛曰不可说，不可说的就是不能说，因为说了也没有用，说了不会懂，说了会有误会，当然就不可说了。世间上的好话好事当然都可以说，但是世间上也有一些话不可说。四句如下：一、他人的是非不可说，是非只因多开口，招言多，为恨心肠。他人的是非不干己事，也不属于公众领域的公事公非，对大众没有什么利害关系，纯粹是个人的私密，这种是非最好不要说，说了只会招惹麻烦。所以不说是非，不传是非，不怕是非，自然就不会有是非。二、他人的隐私不可说，每一个人都有隐私，也都不愿意让别人传说，因此将心比心，别人的隐私不可说。再说揭发别人的隐私对人有害，于己无益，何必呢？甚至现在的法律有侮辱每个人隐私权，如果侵犯别人的隐私，不但结冤，甚至还会吃上官司，岂能不慎？三、他人的过失不可说，中国人向来有隐而扬善的美德，所以如果事情非关公众利害，不伤大众利益，纯粹是个人性格上的缺失，或是事务上的不周，都不应该殃人之短。四、他人的暗疾不可说，别人天生的缺点，例如讲话口吃、走路跛脚、唱歌五音不全等，都是罹患躁郁、忧郁、精神官能症等暗疾，都不能说，说了往往遭人记恨，结下冤仇。五、他人的家事不可说，中国人向来忌讳家丑外扬，因此关于别人不光彩的家事背景，例如他是私生子，他的爸爸妈妈离过婚，他的祖父曾经犯罪坐过牢等，别人视为家丑的事不可说，说了就会招惹人怨，甚至结仇。六、他人的计划不可说，一般商业机密，诸如新闻发了一种软体程式，新发明了一项产品，乃至计划中的一个开发案等，不可利用职务之便泄露机密，即使是一般新闻记者也不可为了抢头条而不顾职业道德，这是做人的基本操守。七、机关的人事调派不可说，常闻有人在人事调派后还没有正式发表，自己就沉不住气，先泄露消息，于是遭到反对者阻扰而作罢，这就是曝光史。所以人事调派不可说，说了只会坏事，不能成事。八、国家的机密不可说，
机密就是重要而秘密的事，个人有个人的机密，团体有团体的机密，国家也有国家的机密，个人团体的机密都要懂得保守，何况国家的机密更要保守。如果去讲保密防谍，人人有责，所以关于国家的国防机密乃至经济交通建设等机密都不可说。俗话说，好话不怕千回讲，但是无意义的话，甚至坏人名声、坏人好事的话，千万不可说，以免招惹是非。感谢大家收听《人间好心情》，愿大家一切圆满、平安吉祥。好的节目，请大家别错过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路爱家己行，唔通想你命。对无佮意的人佮事，咱就爱忍耐。对袂关系的环境，爱小块摆佮意。每一个人的舞台。拢有无同款的色彩，要乌要白，家己爱想看卖。每一个人的世界，拢会撞到无同款的风台，只有靠家己的信心，唔惊失败。自己走，不通清清采采就认命。虽然大海像哪拢无同，明仔载的日头犹原公平开到这样样。爱家己行，唔通想你命。对无佮意的人佮事，咱就爱忍耐。对袂关系的环境，爱小块摆佮意。每一个人的舞台。拢有无同款的色彩，要乌要白，家己爱想看卖。每一个人的世界，拢会撞到无同款的风台，只有靠家己的信心，唔惊失败。家己行，唔通清清采采就认命。虽然大海像哪拢无同，明仔
知的日头，犹原公平开甲赤呀呀。路爱家己行，爱靠家己打拼。路爱家己行，唔通清清采采就伊命。大海像哪拢无同，明仔载的日头，犹原公平开甲赤呀呀。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爱上你我的缘分。